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神庙的试炼案，超级。超级的关卡来讲，开始有一点难度出来了。可以知道说关卡当中比较有问题的是自爆弹，还有怪物的防御力都高棒。可以看到我使用队伍很奇怪的队伍，不像兽队，又不像人，又基本上因为怪物的防御力都是非常高的，所以我用了两只小魔女 CD5 的，这个应该大家都练得起来。然后这只可以换成那个狼人，可以换成狼人，因为我懒得再练了，所以我直接用我的那个小只的白虎来用。我这样队伍空间只有16格而已，所以基本上同样队伍这一只换成那个狼人的话，就可以一样还是可以通关的。好，现在来为大家测试通关。基本上第一关不用出 CD， 因为第二关就 CD 归零了。所以现在来讲，你只要应该说排出你要的猪，应该说储猪啊。第一回合就，因为第二回合你血只会剩下一滴啊，要储什么猪？储你的攻击猪。由于我是用暗来攻击，有没有？所以理论上来讲，我只要储那个暗珠跟新珠就好因为我要靠这次爆发而已。我可以看到那些攻击力都非常弱的。记得第一回合不是在做攻击是你要绿珠。哎呦喂，小力一点啊，没关系，应该只有一次会 K 掉而已，因为我主力攻击就是他了，顶多就是火油，其他都是辅助用的。因为我在下回合要同时做到攻击跟补血，所以现在才会做除蛛的动作。哎呀，给我天降，破坏我的那个暗珠了。暗珠新珠出出来了，因为第二关是一个难度。好像差不多了，我新珠太多了。哎呀，我的暗珠，光珠也用不到。因为这个关卡是打稳的，你攻击力再强，应该都很难通关啊。第二回合技能全部帮你归零，然后血剩一滴。先击盾。所以先击盾的话来讲，我们一定要补到4480的血量。这时候先破防。因为主力是打他，先击盾就不用管了。这是帮我们 CD 归零嘛。
所以我会全体攻击外加补血。看一下哦。没有，中间的就 K 掉了。这一只是哦 CD1 的，这时候边，我看下他血多少，9800而已，还好，一样边补边打就好了。哎呀，没补到，我靠！好，现在可以 K 到他，哇 shit， 自己被自己吓死，真的。右边这个没有补到啊，断掉了。这里好像像碰到这个蛋，因为我们怕会把它打爆，有没有？这时候小魔女就派张，那个小魔女就派张很长的，哦，就这样打就可以了。哦，然后每一回合，因为我 CD5， 哦 ，CD5 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慢慢把它补回来就好了。哦，小魔女尽量维持满技的状态 ，CD5 很快就出回来了。哦，这时候就运用这只再把我们的 CD5 出回来就好。因为我不晓得会出现几颗蛋啊，这个没办法控制。当然，我们是尽量保持每关满血的状态。哦，绿珠储出这样。哦，跳起来了哈。这时候我就边打边补了。哎呦喂！因为我不想浪费太多暗珠，我想要多储一些暗珠啊。哦，没有，又遇到了。这时候蛋就这样指定，有没有？我再开一只小魔女给你们看，有没有？一次就处理掉两只了，非常方便了。这一只攻击力。哎，不晓得攻击多少，可是会固定扣血 7.5% 是还可以接受啦，我觉得。嗯，好少啊。再来就看他的攻击力了。哇，他被我 K 掉。哦，还好，我1000多哦，那可以用这只也可以拿来储 CD。哦，对，他每回合都会打 shit。哦，我这只没有练到 CD， 我忘记跟大家讲。不过有些奇怪，储技怎么储那么慢？因为懒得再打了，我已经快升级了。第五关，这个攻击会扣40%血量。嗯，五六七八九有四关。这个 CD13 哦，想一下。40%，5763×0.4。2000多滴，哎，还好哎，可以直接打。那我们就是消光火暗，哎，可以先丢。
哎，因为我先消他五滴血，两回合就给解决掉了。因为火油要吸力太久，我不太想耗在上面。光火暗，我只剩下好像只剩下暗珠可以下，好吧，那就顺便补一下。哎呀，我的暗珠，哦，差点没消到。四千多滴，我是不是算错了？五七六三乘0.4，好像不是40%哦，70%，功率好像有点问题，70%。好，加载，我们血够多。想说怎么做40%那么少？想说还要在这一关除息滴耶。70%嘛，你把它来看的话。这一关反而扣的还比较少，哦，又遇到了，慢到，这时候我们小魔女就可以拿来用了，非常方便。我觉得我要这样打比较好，因为右边那只还可以接受。我现在是第几关了？第六、七、八，还有两关。好，先丢，不然风险太大。打这一关应该问题不大了，恢复力看起来蛮够的。那我们七 D 五是不是很快就跳起来了？这是个好处。刚才再差多少血？还有五回合，边打边补好了。其实黑狗可以开啦，因为你除七 D 的话，我发现我的黑狗跟地精好像都没在用。这样可以，我有边补边打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太大力了，好家仔还活着。两康博差不多就回来了。哎呀，算怎么样才不会打到他嘞？哇，再见了。哦，小魔女，如果你们要稳定的话，我是觉得练到 CD 五了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这是小魔女的好处，我带一大堆小魔女出来，就是怕这种状况。这个还有一 CD 而已，还好。哦，一样，边打边补就好。这回好像不用打，一样我们除技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一 combo 变三 combo， 然后黑狗又跳起来了。还有两回合。已经快接近我们的通关大门了。好，这一关漂亮，这一关漂亮，这一关来得好，这样就好打了。哎呦喂，少一 combo。边补边打一样。
好吧，反正我到除夕夜直接开出来了，无所谓了。再大力应该只会 K 掉一只而已，这次再来出，因为我要把黑狗尽量啊，我因为这种小关卡还是尽量保持满技啊 ，CD 就把它出满，还有两回合，两回合的话可以直接把它出掉，没关系的。因为下一关算一回合嘛，哎，还没死哦，这么硬，把我们的新珠留着。哦，如果那只小白虎换成狼人，应该会攻击力会更大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啊，这边记得不要用小魔女，因为你会哭，她血有2000滴，所以这边开技扫掉。哦，这只有23滴哈，先扣个12345，再来6789910，它只剩下13滴而已，所以三回合我就可以把它继续掉了。光、火、暗嘛哈，看一下哦。新珠可以的话就留着，把它切开。哇靠！用新珠去切新珠，不知道在切什么。哦耶，有没有？我们这样补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光火暗，因为目前只有看到暗跟火吧。记得补血哦。理论上他现在应该剩一滴血而已，这破防这个都不能用，这个要记得。好，没有，这样就过关了。应该这个队伍大家应该都凑了起来了，我才用16格而已。好，基本上我大概评估一下，小魔女就很好用了。啊，这个队伍应该大家都弄了起来。那经验值多少？好多，好5000，还不错。我们看一下排行榜应该目前应该没几个人上吧，因为可能才刚开而已，比较少人，应该还没有那么快有人去打，很难讲。哎，真的，目前只有我打而已。还有一个铜鼓和人，我的朋友这样。好，这是我的队伍。好，这个打法给大家参考，16格而已，16格的空间很好过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啦。